入神，片段在摇晃，白被单盖过了绝望，浸染着曙光，过分着迷，我站在何方？愿抱紧你再次定航，身心再次安躺。曾望见世界遍布了花园，照耀天上温暖，再美最后也终极耗损。预定了轨迹，幻变早有命数，无谓继续凭着记录，寻着痛与你再度接触。我幾喜歡他喎，真的我幾喜歡他喎，追逐著身軀失了蹤，怕過去痛快消失，描繪當天氣質，難道記憶消失也值得？再次追踪，追逐着身躯失了踪，怕过去痛快消失，描绘当天气质，沉重过哭泣也值得，凭着记忆跟你热吻。一二三四，四盏灯入选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m Man 黄健文，咁我今年40岁，好想同我婆婆 say 个 hi， 因为我话我嚟参赛，佢话上电视嘅话就要同佢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婆婆。婆婆 ，Hello。我听到你话好似好中意参加唱歌比赛嘅系咪啊？23岁开始参加好多唔同嘅比赛，好想自己嘅音乐去俾人听到，因为自己都有作品。咁中年好声音以呢个平台好好，所以希望更多人认识我嘅音乐。好，我哋听一听评审对你嘅意见先。其实我健文都唔少人认识你，呢个唔系一个秘密嚟噶啦。我觉得好似你一把咁靓嘅声，系要喺呢个平台先至发挥到。我一直觉得你把声系好值得喺香港俾多啲人认识嘅，把握呢个机会。多謝張 Sir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今日第一次聽你唱歌嚇，有一種嘅感覺咧，就係你好似究竟你係咪未曾唱曬出嚟咧？硬係好似有啲喺入邊收埋咗啲，係啦，保留咗少少咁樣樣，好似未出曬嚟喎，出多啲呀。都知道咧，阿健文咧佢 busking 咗好耐。我最喜歡嗰樣嘢咧，係通常可能唱咗咁耐歌嘅人咧，佢嗰個雄心或者嗰團火咧會被磨蝕咗嘅。頭先你嗰隻閉目入神咧，我覺得你仍然咧係存在住嗰團火。我希望你一團火咧，可以喺呢個舞台上邊咧繼續燃燒。多謝周國峰老師 ，thank you。